在这个夏天，有莲花楼陪伴大家，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夏天。江山多年，变化万千，十年没有人能忘得了他。在下就是李莲花呀。去去重去去，来世是来世。那个人叫李莲花，这么多年他好像看似非常遗憾一件事情。你难道不知这世间只有这一株望春花才有可能救你的命吗？能放下所有的一切，放过自己。人呢，总得先学会放过自己。李相依，不回来了。如今天地广阔，这样自由自在的，是我想过的生活。说不定在另外一扇窗户，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出口。原来我已渐渐地忘记了江湖，早已不需要什么天下第一万人敬仰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，剑断人亡。缘分不是等来的，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上。不须长富贵，安乐是神仙。莲花楼是大家的，真的是因为有你们，才会被更多的人看到。无论成功与否，当潮水退去之后，我希望你们心中都有一株属于自己的莲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联络人们。